快点啊，快点，有个男的抢了我的包啊，往这边跑了！赶紧，我帮你去追！哎，站住，站住！上钩了！哎呀，一百万，到时候赶紧去汇合。站住！哎呀，快跑！这人老娘跑那么快，来！哎呀，真的是跑得这么快！哎呀，连老太太的东西都追！哎呀，真的！哎呀，终于把这个老太太的包给捡回来，老太太。你干嘛呢？哎呀，帮帮忙啊，刚刚啊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包包被抢了，然后我去追，然后等我追回来啊，这个孩子就不见了。你看看这个包什么都没有啊。老太太孩子，对，哎呀，肯定是声东击西呀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孩子是我的全部啊。哎呀，那么恐怖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做这种事情。那你有没有带手机啊？没慌，我先打电话给保安，叫保安在村口那拦住，应该他们了，跑不了多远。那赶紧啊，是一个老太太，还有一个男的，矮矮的，瘦瘦的。喂，保安了、啊。哎呀，有一个妇女啊，在我们村不见了个小孩，啊、哦，是一个老太太跟一个男的，啊，应该他们共同作案的。那个老太太穿着布丁布丁衣服啊，白头发的。老太太穿着布丁衣服，白头发。反正你别管那么多，在村口那拦截住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，都不许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马上去追。好，赶紧去追，走走走。吓死人了！这么久啊，是不是被发现了？哎呀，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现在还没出村，怎么办呢？他们都已经引起重视了。哎，完了。先把你那个的装备卸掉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扔了。说的也是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我来抱。哎呀，掉个拐杖，不要了。哎，对，现在变年轻了。是啊。哎呀，这样谁还能认得出来呀、啊？要不我们等下分头出村。分头出村。是啊，一个一个的走。不过也是，现在两个人走啊，目标太大了、啊，把目标分散了。要不你先出来，我再跟着后面出。哎呀，干脆这样。我抱小孩啊，我抱小孩，你自己想办法出去。啊，也行，我先从这边溜了。啊，行啊，那我从这边。好、啊，快点走走。嘿，来了。哎，干什么啊？干什么慌慌张张吗？哎呀，我能不慌张吗？哎呀，我一看你就是没结婚的是吧？哎呀，你都不懂作为一个母亲的这种心情啊！我小孩生病了，我现在啊急着要把他送去医院呢。也不行啊，我们村啊刚好丢失一个小孩。还有丢失小孩的？是啊，那些人贩子啊太猖狂了。哎呦，光天化日居然敢抢小孩，要是我抓到了，腿都给他打断。哎，你打断归打断，你不要打着我的腿啊，你这样说着我有点怕呀。哎呀，我比快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些人贩子真的是太猖狂了。不过你看我也不像人贩子是不是？而且啊，我小孩啊现在生病发着高烧，我急着把他送去医院，你在这里拦着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他们说啊，所有可疑人员都要拦截住。可疑人员 啊， 是啊，什么样的人才算可疑人员呢？哎呀，陌生人就可疑吧。哎呀，那我等一下出出入入那么多人，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拦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有个目标啊，比如说刚才他们啊通知你拦住这些路口的时候，有没有叫你啊要特别注意什么人呢、啊？好像说一个男的矮矮的，一个女的白头发。白头发？是啊。那我头发也不白啊，而且你说个男的，我也不是男的呀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，反正我就不让你过。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给我过，那等下我小孩出什么问题，是不是你要负责呢？哎呀，等我们村啊人过来检查以后，
就让你过去了。我是可以等啊，但是我小孩等不了啊。什么事啊？怎么拦人啊？你干嘛的？大哥啊，你来帮我评评理啊。他说他们村丢了小孩，那我也替他们着急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小孩生病了，他还非要拦在这里不给我过去。哎呀，保安叫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现在要拦的是什么人？又不是他，又不是人贩子，你干嘛要拦人家？就是。你别说啊，你矮矮的。符合条件，哎呀，嘿，不是每个矮人你就说符合条件啊？你这保安怎么当的？就是嘛，谁叫你是陌生人、啊？你看，有陌生人就要拦了、啊。你看，那肯定啊。他这么做保安的，你看刚才我来，他也说啊、哦、我很可疑。现在你来了，他又说你很可疑。哎呀，怎么什么人在你眼里都是可疑人物 啊？哎呀，人家现在不是生病了吗？你不快点放人家过去啊？你这个保安，就是啊、等一下你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啊？啊，我1800。1800，一个小孩子几百万，等一下你赔得起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么多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耽误了我小孩的病情啊，你18000你都赔不了一个小孩给我。哎呀，你们行行好了，算帮我个忙，等2分钟。哎呀，我刚才都说了，我是可以等，但是我小孩等不了啊。是啊。要不然你会看病的话，你帮我看病呢。等一下9万你负责啊，干脆把小孩塞给他，要他塞。哎，你出了什么馊主意啊？真的是，真是。那既然我没有可疑，你先放我过去，你再仔细盘问其他人不行啊？哎呀，那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耽误我时间。哎，这个保安怎么做的？你再说一边包公司，你乱说我就拦住你，真的是，一个两个教我做事。哎，保安，保安，保安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啊？没有看到啊，没看到，我们在村子里面呢、啊，都找了个遍了，都没找到，肯定是从这里经过了。那刚刚这里也没有可疑人出入啊，比如说老太太啊，或者那个矮矮的，那个男的穿的是那个蓝色的衬衣。完了，刚过去了一个，过去了一个，是啊，他们是一起过去的吗？不是，开始是那个女的抱着小孩进来，说小孩生病了，然后我都准备拦住了，结果那个男的又进来说。他们是一伙的，分批次出去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可能是他们唱双簧风铃曲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太精了，这些人贩子。他们就是人贩子啊！你以为呀、啊？那完了，让他们跑了。那刚刚他们找了多久啊？我的孩子能不能追回来啊？这个孩子真是我的命根子啊！没有他，你叫我怎么活啊？就刚刚过去5分钟。5分钟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这个保安怎么干事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的孩子找不回来啊，我也找你算账啊。对。等一下我赶紧先去追我的孩子。孩子。保安啊，找不回来，孩子找不回来，你这个保安别想当了。哎呀，肯定能找回来的。报警，赶紧报警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喂。